老师不是叫我们要多运动的吗？可是铃声已经响了，现在老师不在，就该听我的话。哎呀，袁老师都还没有来呀、啊！哎呀，袁老师又迟到了。上次，哎呦，袁老师他迟到了，我们弄了一碗又酸又辣的汤给他喝，我们再弄一碗给他喝好吗？好。戏弄老师是不应该的。那我已经准备了好东西给老师吃，走吧，来。就是这碗汤啊，喂，你们说香不香啊？香。班长，这是什么汤啊？哦，那这是英文字母汤，你们看里头有26个英文字母呢。老师辛苦了，我们送一碗汤给他喝，他一定很开心的。哇，你们看汤里面有这么多英文字母，老师看了一定很喜欢吃的。我们出去等老师吧。好啊，来，走吧走吧，跟着班长，走吧去等老师吧，去看老师吧。哇，哇，好香啊！哇，